然后上机关呢，就是用力把这根线拉到底，就会看到线上有个结，看到结以后旋转90度，然后这样就上好机关了，轻轻一拉就可以自动弹钩，然后就是使用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这个圈圈挂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它就会防触发，到水里面的时候它会自动掉下来的。 现在我们开始测试钓鱼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它会自动弹钩的鱼咬钩以后，好，这样弹住了，这样弹住了，好，现在就是中鱼了，好。 钓鱼就是这么简单的了。